大家好，我是小木头，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视频频道。在上一期视频分享中，作为 Swift 编程语言小白，我第一次完成了自己的 Mac OS 应用的开发。整个开发过程大约30分钟，是在 Cursor AI 代码编辑器中完成的。整体过程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很顺利，开发体验非常好。有兴趣的同学呢，可以点击视频上方的链接，回到当时的分享来了解整个开发的过程。今天呢，我会分享另外一段 Cursor AI 代码编辑器中的开发体验。这次开发的呢，是一款 iOS 应用，我会克隆 ChatGPT 的移动应用。我会完整的记录整个开发过程。那如果大家觉得中间部分内容显得比较的节奏缓慢呢，可以根据我的章节划分，有选择性的观看。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首先我会来到 Xcode， 在这里创建一个新项目，点击 iOS App Next， 我给它起名 Chatlet， 创建。现在我就能够在 Xcode 这里预览这个示例的项目，同时呢回到 Cursor。打开刚才创建的 Chatlet 这个项目，我会在这里通过自然语言的形式与 Cursor 交流，由它来帮助我生成代码、修改问题。我将代码应用到项目中，再回到 Xcode 进行预览、测试、发现问题，再将我发现的问题回到 Cursor 告诉它，由 Cursor 来帮助我进行修改。现在呢，我们来完成第一个功能。我期望构建出一个与 ChatGPT 移动应用相似的 UI 界面，用户可以输入消息、发送，同时呢得到一个回复。ChatGPT 给到了我们一个非常简洁的 UI 界面，在这个 ChatGPT 的下载页面，我没有能够找到一个比较合适完整的屏幕截图。那么通过谷歌搜索，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个不错的示例，我给它截个图。然后回到 Cursor， 打开聊天界面。在聊天界面这里，我会添加一些Swift 代码到上下文中，这样也是帮助整个项目，帮助 Cursor 更好的理解上下文。那我给到它就是两个 Swift 代码文件，然后点击图片，上传刚才的截图。接下来就可以告诉他我想要什么了。I'm going to clone ChatGPT mobile app. Refer.非常简单的一个交流场景，用户输入消息发送，应用回复。目前呢，我期望它是硬编码的回复消息 Hello。同时我告诉他在屏幕当中这个消息流呢是可以滚动的。来看看它会帮我生成什么样的代码。首先是在 Content View 这里会有一部分代码的修改，这次的就只在 Content View， Apply， Accept， 保存。现在回到 Xcode， 我们看看它的预览。大家可以来评估一下整体的预览情况怎么样。在底部呢有一个消息输入框，然后有一个发送的按钮。我们随便输一个消息 ，What is OpenAI？
Hello, what is OpenAI? Hello. 那么 UI 上的基本的元素已经创建好了，有消息发送，有回复。那我们来比对一下刚才的截图。有两个地方可以改进一下，第一个呢是输入框，在发送消息的按钮左右呢似乎有太多的空白，那输入框这里。可以有一个 message 这么一个 placeholder，我们现在呢就让 cursor 帮助我完善这部分。message 这个 placeholder 其实是有的，那只是这个发送消息的这个按钮左右空白太多了。比较好的方式呢，我觉得是在这里截个图，小小的一个截图，然后告诉 cursor。我告诉他在发送按钮和输入框之间有太多空白，仔细观察屏这个截图，对应的呢更新 UI，apply accept，只有一部分代码修改，保存。回到预览这里，我们看看效果。看起来呢目前的效果并不是太好，这个按钮呢好像来到了输入框的里面。这是我们需要修改的。再次给他这张图片。输入按钮来到了，从视觉上看，输入按钮呢来到了这个输入框里面，我们需要调整一下，让它们是并排的。应用这部分代码保存。现在呢，再回到 Xcode 看看效果。这样看起来还不错。有一点小小的差异，就是这个语音这块儿。语音这块呢，我不期望它在发送消息的按钮右侧，我希望它在输入框的最右侧。同时呢，应该在输入框里面。其实我应该再用这个截图示意它一下，看看它是否能够理解。首先告诉它好多了。看看这次修改它能为我们带来一些什么？保存。来看看这边的预览，现在就好多了。我们可以看到消息的输入框，包括语音的按钮、文字消息发送按钮，都已经跟咱们的视频刚才的截图非常接近了。那到目前这个阶段，我觉得先保持这个状态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再来试试消息发送。What is OpenAI？Hello，好，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将
响应对接到真实的 OpenAI 的 API。 那么要做几件事情，首先回到 Cursor 告诉他要做什么，我告诉他当收到消息的时候呢，要调用 OpenAI 的 API。 要调用 API 给他一个例子就好。首先呢，我们来到 OpenAI 的文档这里，在聊天补全 API 这里，我们可以复制一个 curl 命令的例子，复制直接给到 cursor。 我会告诉他几点，模型我们就固定使用 GPT-4o，第二个呢是 OpenAI 的 API key， 这个很重要。我在这里给到他一个我刚才创建的 API key， 硬编码，这样呢相对会比较简单。强烈建议大家不要将自己的密钥在交流中提交给任何的 AI 的模型或者 API 或者类似的 AI 的环境，因为这样不安全。我也会在视频分享后呢立刻删除这个 API key。 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是聊天补全的 API 响应给到 cursor， 这样呢他才知道如何去处理 API 的响应。我复制这个响应给他个示例就好，倒不一定要给他这个 schema。 希望在这次修改以后呢，在聊天窗口中发送消息以后能够得到 OpenAI 的响应。看看这次的修改会有多少。好了，已经完成了。那我们来将这个修改呢应用到代码中，保存，来看看情况吧。 OK， 首先我来提问 What is OpenAI， 发送OpenAI is an artificial， 还蛮不错的。Who are you？ 效果挺好的，其实我还是挺满意这个效果的。那随着我的开发，我需要来对比一下 ChatGPT 界面上的一些特点，相对比一下。那么我会注意到在右上角呢，会有一个三个点的设置项，我们就不去细细的看它究竟有哪些配置项了。我想在其中添加一个选项是创建个新的绘画，来截个图，我来告诉它。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在顶部其实没有 ChatGPT 这个标题的，这个呢我也要让 Cursor 帮我去掉。两个任务，第一个是能够创建新的绘画，第二个呢是去掉 title。 保存，回到预览这里，看看 Xcode 这里的预览效果。似乎它很倔强的依然把 ChatGPT 这个
标题保留了，我们看看这个新的聊天的这个选项吧。New chat cancel 是这个效果。那么我想尝试一下它能不能在右上角是一个 drop down 下拉的弹出菜单。我来提问，首先我给它个截图。我是希望它把这个 ChatGPT 从左上角彻底删除。首先去掉 ChatGPT 这个文字，接下来呢，在设置的按钮这里是用下拉框这种弹出式的菜单来显示，而不要使用从底部弹起来的这种用户体验，希望能够体验更好一些。那么再来 Apply Accept 保存，回到 Xcode 来看看预览效果。OK， 左上角呢没有了 ChatGPT， 这是我期望的。新的聊天也是我期望的。接下来我来输入 What is OpenAI？ 它会给到我回复。那么我再来问。谁创建了它？他并不知道 it 是什么，那看起来在聊天历史消息呢，并没有存储下来，在交互中再次交给 OpenAI， 所以在这里他并不知道 it 是什么。那我来试试 new chat 这个效果，看起来这个效果倒是实现了。好，那消息的持久化在交互中将历史消息传递给 OpenAI 这个功能呢，目前还没有实现。不要紧，我们先来实现另外一个部分。如果我们回到刚才的截图这里，我觉得我可以把右边这个截图再交给 Cursor， 我希望它实现一样的 UI 效果的同样的格式 style 的消息流，那我将这个图交给它。我希望他仔细的来观察这个截图，使用同样的格式来显示消息。在消息显示上呢，第一，我可能会要求他不要有灰色的背景；第二呢，左对齐；第三呢，显示用户的标签。用户发的消息呢，我可以暂时让应用使用 You。如果是 AI 的响应呢，咱们就使用 OpenAI。看看效果吧。消息在代码修改在这里，我们 apply accept， 应该就只有这部分代码。对，那现在回到预览这里，我们看看 Xcode 这里的预览。来个消息 ，What is Open AI？ You， Open AI， 蛮不错的。New chat，
有了一个新的聊天。接下来是今天开发分享中我要做最后的功能，希望能够保存聊天历史。咱们可以看到，在 ChatGPT 的聊天中，通过不断的聊天呢，是能够维护一个绘画的。我们现在呢，就回到 Cursor， 我告诉他，在每次的交互中，希望保存用户的消息和模型的回复，这样呢，在未来的调用中是需要将历史消息组合成一个列表，交给 OpenAI 的 API 的。我希望它能够比较智能理解我的意图，所以说我会把我的诉求描述相对简单一点。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这个 curl 命令再度的复制。我会告诉他，他需要我告诉他这是一个 API 调用的例子，但我并没有解释特别清楚，我只是告诉他他应该存储用户和 OpenAI 的消息，同时要保持顺序。接下来呢，在 API 调用的时候，当收到个新的消息，能够将新消息追加到聊天历史、消息历史中，再使用它来进行 API 调用。那我都不直接看它的具体代码细节，我们直接应用到代码中，我们通过测试看效果。等待预览的效果出来。好了，我现在呢就可以来提问 What is OpenAI？ 来看看这个错误，这里出现了 crash。我也不太熟悉 Swift 如何进行一些高级的调试。那我简单告诉他，我截个图，可能我只能将这个截图交给 Cursor， 或许我会告诉他回滚上次的修改。The app crashed. I told him the preview has broken. So, the first step I hope is to return the last time's edit. Okay, we apply it. Accept, 保存，回到预览处。再来提问 ，What is cat? This is a similar AI response. 我需要看一下这部分代码它究竟做了什么。啊，它在这里是模拟了 API 的响应。那我告诉它，其实我这里还写错了，应该是 API call， 但希望他能够理解吧。那他又为我生成了新的代码，似乎我感觉在这里呢，让他做的回滚并没有真正的回滚，因此呢，在即使做了回滚以后，看到的预览效果跟我在刚才看到的，就是在做聊天历史保持的状态之前的预览效果有点不一样。那我现在看看 What is cat 这个提问是否真的走了 OpenAI 的模型。他说 A cat is a small domesticated， 那看起来这个呢就真的是在与模型交互了。那大家现在可以看到这里他又在问我这个 it 是什么，他并不知道，所以呢聊天历史没有保留。
我现在回到 cursor 最后一次，让它来做这个事情。我想看看究竟每次应用发的消息是什么，那么看看它会如何，它会用到 print， 那我们就可以在控制台看到这个数据。我在这里呢依然 apply accept 保存，现在来到预览，我们来看看这里的效果。 What is cat？第一个消息是这个啊，这就是一条系统消息和一条用户消息。接下来是问 What's the color of it？ 看看第二次的消息，很显然第一条消息呢是 System your helpful assistant， 然后第二条消息呢是 What's the color of it。 每次呢它都是一条系统消息加用户消息，并没有保留 AI 的回复。那我在这里或许需要给他一个比较具体的例子。这个例子该怎么做呢？我们首先要来到这里，同样我们将 curl 命令复制，接下来在 cursor 这里呢，我新建一个，我将刚才这个消息呢保存下来，我会给它一条例子，这样我再添加一条消息，也是用户角色消息。好了，我觉得这个例子应该能够说明问题了。其实作为这个交互来讲呢，我可以把角色系统角色消息去掉，这样呢会相对实现比较简单。我是期望呢它首先去掉系统角色消息，这样呢能够让这个交互简单一些。接下来呢要管理消息历史，这样每次在发送消息的时候都能把历史和用户的消息发送给 OpenAI。 但是我们还是没有特别清晰的描述它该如何去管理这个宿主，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通过这种方式看看究竟 Cursor 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功能实现了。好了，这个改动保存，回到 Xcode 看看预览。 What is cat？ 又崩溃了。我告诉他这个情况，我首先截个图，我把这个截图交给 cursor， 看看它能不能解决。这里面包含了很具体的异常信息，它谈到是 UUID 相关的问题，我也不确定究竟是啥，我直接 apply accept 保存，回到 Xcode 看看效果。What is dog？
直接就崩溃了。那现在呢，我就有点尴尬了，那我只能让他回滚。回滚最近的改动，那他有可能回滚的是我这一次让他添加的关于修正这个异常的代码改动，我要来看看效果，看看他究竟回滚的是啥。我们 apply 一下，这也是在使用 Cursor 进行代码开发时会，我觉得会常常遇到问题。当遇到了一些似乎它还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如何有效的进行回滚，这也是蛮麻烦的一个事情。因此呢，我觉得在开发中如果使用到 Cursor 这种 AI 代码编辑器，比较好的方式是将一些小小的功能点作为独立的开发分支来管理。这样呢，一旦代码量得到了控制，在 AI 的交互中也方便我们进行代码的修改，否则叠加了很多的功能，在每次的开发中一旦遇到问题就会显得很麻烦。好，我们刚才回滚了以后，看看这里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还是有错，那我现在只能告诉他究竟该回滚什么。我希望它回滚的是关于发送消息历史的这部分内容。它现在回滚到了只发送当前用户的消息。保存。来到 Xcode， 我们再刷新一下，看看效果。我得 open it， 这样呢就没有问题，看起来确实是在它发送消息历史的这一部分代码上出现了一些问题。那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呢，可能就是需要在这个功能上更加清晰的告诉 Cursor 我希望代码怎么编写。我在这里呢就不需要它把所有的消息历史发送给 OpenAI 的 API key。 第一步我们拆分来做，第一步我是希望它能够把消息存到一个宿主里，每一次在调用 API 的时候把这个宿主打印出来，我想看到宿主的情况。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阶段我需要有一点变成知识了，才能配合 Cursor 帮助我完成这个开发。我给他一些例子，帮助他更好的理解。Role user 是给到，是为应用的用户配置的角色。OpenAI 的 API 使用的角色是 Assistant， 这样呢，我首先让它我特别告诉他不要把这个宿主或者消息发送给 API。
仅仅使用用户当前的消息。我发现在消息这里面呢有一个 ID 字段，因此在发送的时候呢，我不确定它是不是因为使用了 ID 字段。我们先 apply accept 保存，然后回到预览这里看看它的预览效果。我是让它打印出消息的数组，那我们至少看看它的消息数组组织的怎么样。第一步 What is OpenAI 发送，那可以看到当前消息呢是 user what is OpenAI。 接下来我来提问 who founded， 看起来呢还是正确的。第一条消息是 user 的消息，第二条消息 assistant， 第三条消息 user。 那接下来我再问，你说了什么？希望这次看到的呢是四条消息加一条用户最新的消息，因此这个消息数组是正确的。那接下来我来尝试让它再次的发送消息历史，这次呢我会告诉它，数组是正确的，现在呢就发送。使用 API， 在进行 API 调用前呢，首先把用户消息和正确的 role 角色添加到数组中，再使用这个数组来调用 API， 来构建 API 请求的消息体。同时我再度的给他一个例子，好了，它代码呢已经改好了，我来 apply accept 保存。我们现在来看看预览它是否能够正常的交互，希望这次呢不要再崩溃了。What is OpenAI？ 挺好，他给到了回答。非常重要的是下一步，谁创建了它？现在呢，就能够正常的回答了。当然，点击右上角能够清空这个绘画。我们来再次提问，我来提问谁创建了它？期望的是他并不知道历史。看起来呢确实并不知道，在下面的控制台输出这里呢，消息数组也只有一条消息是用户提出的问题。那这是在预览阶段我们看到的效果，同样我们可以把它打包成一个应用，在模拟器甚至在自己的真实的手机上来测试。我想今天的这个视频呢肯定比上一期又长了不少，因为在中间遇到了几次预览或者应用调试中 crash 的情况。那大家如果在应用中有什么更好的开发体验或者经验，也欢迎在评论区跟我们分享。那我想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我会在后续视频分享中进一步的完善这个 iOS 应用。那有兴趣同学呢，请一定关注我们频道，点击小铃铛，这样呢就能够第一时间得到我们频道更新的通知。好了，话不多说，已经蛮长的时间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就下期视频分享再见，同学们，拜拜。